我这一阶段谁可以跳出 T T 的舞台，就加你。嘉欣，好，好不好？嘉姐，你干嘛谋杀？李玉，你干嘛？警卫，警卫，你们打人了！不是啊，你干嘛？你冷静一点。放弃单位一局。没有，我本人已经出来准备好了。我会让你们很有感觉，来，准备好。写真集还没有，有啊，有。我也要讲小黄瓜。啊，工作工作，创作创作创作。在做什么运动？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干嘛？你抢什么镜头啊？关机颜色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几个英文字母？哎，你过来，你看，你看着前面，你这个太过分。